有八卦媒体拍到阮经天和好友一同出现在宋祖儿家小区，阮经天还开着宋祖儿的车，引发网友对两人的恋情猜测。新浪娱乐致电阮经天工作人员，对方暂未回应，求证宋祖儿工作人员，对方辟谣称朋友聚会好多人在一起聚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